在谷底跟大家说。是哦，那你跟我讲，修杰楷是不是酒鬼？再说一次，爸爸是酒鬼。耶！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女儿在旁边等我。来，妈妈抱。谢谢，宝贝来了。Baby Shark 哎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跳吗？布布，你要跳 Baby Shark 吗？上班突然，上班突然。谢谢大家。那布布，你告诉我，小龙哥哥跟 Dalton， 你比较喜欢谁？他做出选择了，好不好？你听到了 ，Dalton， 再说一次，小龙哥哥 ，Dalton 跟小龙哥哥，你比较喜欢谁 ？Dalton。两次就是真爱了。对，奇木已经放下了心中的大石了。你要说话吗？蜗牛，蜗牛好淡定，好可爱。你是要给妈妈彩色笔？彩色笔在哪里？送妈妈啦。谢谢宝贝。还要送上这个可爱的小花，希望妈妈可以跟花一样漂亮。还要送上这个彩色笔，要一起把这人生的大画布给画好画满。来，送上妈妈来。哇，再一次，亲一下。那我们让那个静文带着这个波妞跟布布拍一张照片好不好？我们坐上沙发好不好？可能会比较舒服的位置。好啊，等一下给你画好不好？那个妈妈那个存款那张，耶哦，哇，阿当，看一下阿当，来看中间，小白兔笑一下，中间，波妞超可爱的耶，来中间看一下。来挡镜头，对的。啊，波妞，波妞想唱歌了。呀，左手边，波妞说，哇，波妞的歌声好嘹亮哦。太可爱了。然后那个画面上是波波最喜欢的。Baby Shark， 我知道刚刚一直在看，有唱歌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来，什么歌？你说那个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一样。你要唱歌吗？哎，他真的看傻了。哦，你说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耶！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耶！谢谢最强销售员，感谢布布，谢谢最棒的静文。